刚那个视讯的部分哈，好，我们做了那个感应区在这边嘛哈。那如果你嫌那个感应区很丑，其实你可以把它藏起来哈，这是可以藏起来的哈。那藏起来的话，我们就是在外观这边，外观这边有一些特效，啊，这边有特效。那特效里面有一个叫做鬼的特效，哦，鬼的特效如果零的话，就是真实存在跟现在一样哈，而如果你把它最大程度是100就会隐形，啊，所以你点两下看它就不见了。那虽然看不到，可是它还是真实存在的哦，哦，所以我们只要如果啊，比如说50它就是半透明状态，啊，半透明状态哈，那东西后面都看得到哈，半透明状态。好，所以你把这个鬼的特效可以把它设定成100，然后放在它的积木前面，好，顺便复制一下。好，然后把它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它消失，好，消失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一开始就让积木看不到。好，这样子我一点绿旗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到积木，但是一样有效。好，一样是有效的哈。这样子就可以真正在画面上完全就只有看到你画的东西，好，这样效果就会很棒哈，所以记得要把它隐藏起来，这个是补充的部分。好，先还给各位，那我们3分钟之后开始讲那个搓气球哈。